现在的气候，你有没有发现路上一堆神经病莫名其妙打扮的人？为什么呢？有人呢穿着露背装啦，然后呢系肩带啊，很短很短的短裤啊，但是他呢会戴一个帽子，戴一个口罩，戴个黑的不得了的太阳眼镜，戴个这么大的帽子，这到底是什么呢？这是一个什么冲突的想法呢？还有一种人呢，更莫名其妙啦，把自己包得跟什么样？问题是大热天呢，那么怕晒吗？今天报名的呢六位晒同学呢，他们都不怕晒哦，请看。就是比较筛选，筛选当然有很多内地的朋友会听不懂，什么意思呢？晒就是大屎，屎的颜色，屎的颜色了，屎的呢颜色呢健康一点呢就会健康色，屎的颜色如果呢黑一点呢就是不好看，就是代表呢你生病了，对，你生病了。是有机食物的哦，哇！现在开始有机食物知识，太直面了。然后还有一种更夸张的，是住在楼下的这几位白的不得了，对，你就会觉得他们一直在生病，很健康。下午穿这样，他们会出去撑伞、戴帽子、戴墨镜，哈，没那么夸张。好，没有那么夸张，就是现在这一位满脸斑的。就是开始要长斑的前兆，对对对，真的年纪大有差，跟年纪大无关，要做好防晒，就要请教这两位专家喽。再欢迎我们的秋香老师，秋香老师也是很白耶。这个一定很好，从里到外都防。嗯，对，其实那个吃东西也可以防晒哦，当然可以，会美白，就是让你的肤色会比较透，比较漂亮。是是是。接着下来这一位呢，是我看过牛肉老师，那就是他白了。不是，就是我讲的，戴口罩的墨镜，然后戴帽子撑伞，然后袖套，穿那种什么防 A B 还是防 U V？ 哦 ，U V。潘老师，是啊，我哪么白啊？真的好白哦，对，晒不黑是属于不怕晒，完全。晒不黑，是是是，怕晒，但是呢，就是你要把一些防护措施做好，好，因为毕竟越白的人越容易晒伤，是不是？接着下来这位老师了，更不得了了，他是属于哈，应该是属于一下就黑了，但他不会晒伤，因为他都有做好防晒，可能哦，他搞不好是故意去晒黑，小麦色，对不对？小麦色，小麦色呢，看起来就很少，有那种。不是屎色，不是不是不是，刚看就是一看就是那种海军陆战队刚退伍的笑脸，有哎，少年哥，现在比较白了，但是其实你格啊什么那些的，这对都有练保湿，肤色比较难保湿。铁般的好棒哦，他都是嘣嘣嘣。明天老师拍一下，我都啪啪啪，都是松的。是是是，但是肤色是不是就难保持？不管是白或者你要保持黑，都很难保持漂亮的肤色。对，其实我以前很爱晒太阳，是。我也超爱晒。说真的，对，我那天在网络上面 po 我就十年前的照片，我们说就是哇，晒到很黑很黑哦。我告诉你，那个时候看起来那个信义路那个整个信义路都你的同乡。我有一次在那边等红绿灯，那时候信义路刚有那个刚建设的时候，刚在就是弄捷运的时候啊，都来过来跟我讲讲笑好气哦，那时候好黑哦。对，我那时候很黑，可是那个照片看起来这整个人好老哦，所以我后来就不敢晒了。是啊，我后来就不敢晒，然后就是即使要晒，也要很小心很小心去保护自己的皮肤，然后脸。完全不晒到太阳，我一定要把脸真的像保鲜膜一样，用防晒把它好好的保护住，要不然我告诉你，那个真的，一晒那个皮肤的老化，尤其是我们这种年纪到了的人，那个法令纹啊，那个垂下来的皮肤啊，都会因为没有做好防晒，真的，因为光老化其实是在老化里面最直接的伤害。哎呀，所以你看，尤其是你拍戏，对不对？对，可是我真的觉得只能开始接妈妈的角色咯。没有啦，还在演女儿，还是可以啊。没有，因为她白，对，白，现在还可以。
会骗人啦。是是是，特写我就不知道了。你要怎么做防晒？没有，可是我觉得防晒要做好真的很难，超难呐、啊。因为你看夏天到就会很闷热，但是有时候擦了防晒，你就会觉得你不会黏，然后感觉你就会有粉刺，然后开始会长痘痘，然后我就觉得很难，所以我就想说，好，那我就不要擦那么防晒系数那么高的，所以我就擦有那个防晒的日霜，先擦了之后呢，我再用有防晒的粉底液去上妆，那我就想说，那这样子一个25加一个25加起来不就变50了吗？对，这样我就不会那么的厚重，因为有时候防晒50系数的擦上去就会很黏，那你再擦有防晒粉底上去，有整个回来就是粉刺很多，我每次到夏天的时候粉刺都超多的，对，所以我不知道这样的方式是不是 OK 的，现在应该还好吧？我是要问专家啦，对啊，因为开始有点肤色不均匀哈，老师，你现在没有化妆嘛？没有，怎么了？是啊，对啊，我因为我真的觉得我找不到一个真的两全，对，真的，大家都有这个同感。我真的不晓得你怎么还有资格坐在那里，是因为我太 OK 了吗？怎么了？你把手伸出来，打嗨，打手心了，真的打手心哦，什么？是，通常坐在第一个位置的是已经有那种就是模范生了。对，我觉得我用的方式很 OK 啊。你居然还说出25+25=50，是这样子啊？25+25=50，没错，是等于五十。数学上是，但是在防晒绝对不是。啊，不能。防晒品不管你用几层，只取最高防晒系数那一瓶。而且如果你两瓶不同的防晒系数和不同的质地的产品，还有可能会稀释掉你的最高防晒系数产品。下一次我们去骑脚踏车。不管你用几层，只取最高防晒系数那一瓶。而且如果你两瓶不同的防晒系数和不同的质地的产品，还有可能会稀释掉你的最高防晒系数产品。也就是说，你25+25，你可能一瓶涂的多，一瓶涂的少，一瓶比较浓稠，一瓶比较稀，你可能25一半都还不到。可是那怎么样有一个产品是可以防晒系数高，擦上去之后又不会长粉刺，不会长痘痘，然后不会闷热，一层就好。对，又喷出来。接下来就打屁股喽！我可以不要讲话吗？而且他这件衣服不好脱，但我是很薄啊，很薄。对，这打开去一定很痛。对，那干脆你来好了。真的，真的救我！你的专属柱子。怎么这么巧？一定要告诉大家，就是说，其实防晒系数你平常在擦的时候哦，防晒一定是只取最高防晒系数那一瓶。那如果你是平常，现在很多女生她会先擦什么隔离霜、防晒啊、BB 霜、粉底呀、啊、什么的，那顺序是什么？一定是先擦防晒。在你的日常保养做完之后，先擦防晒。那防�晒擦完之后，隔3分钟到5分钟再擦后续的产品，不管你是擦 BB 霜也好，擦隔离霜，因为很多人其实都是因为你防晒一擦完之后就马上擦后续的，不管 BB 霜也好、粉底也好或隔离霜也好，其实你的防晒品还没有完全抓到皮肤，是哦，你就把它稀释掉了。对，但是我今天要介绍的是你讲的这么多瓶擦完应该就是很厚吧，或者是很闷，这种天气一流汗都奶昔耶。对对对，很多女生其实会有这样子的困扰啦，超多的，超多的。我今天要介绍的
这个东西是等于是我自己平常擦防晒品的选择，因为它都是在那种医美通，就是医药通路、药局还有诊所才买得到，所以要拿健保卡。不用不用不用健保卡，它需要有专业人士给你建议。是是，对，所以那这个品牌不是到处买的防晒。SPF 五十代表的是什么？它可以对抗。UVB 是 PA 加加加，它对抗的是什么 UVA 这个 UVA 是我们现在最重要的课题。哎呦，你的斑点、你的老化、你的胶原蛋白流失，甚至于你的皮肤癌，都是没有加加加，都是 UVA 所形成的。等一下我要拿给大家看的，它上面写的是 PPD 的18，它代表的是它对抗 UVA。阻挡 UVA 的值是 PA 三个加的2倍，而且呢，解决了刚才新梅姐讲的，它是一瓶高防晒系数 SPF 五十 PPD 十八，又是 BB 霜。哎呦，是哦，对，而且它今年出了新的颜色，就是像新梅姐比较健康的肤色的，今年出了给新梅姐用的颜色。他们最有名的其实就是他们对疗皮肤病的矿泉水，它里面有一个锡，有一个锡就是一个石头的石，在一个西方的锡，那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微量元素，它可以治愈我们的皮肤，它可以镇定我们的皮肤，它可以让你的异位性皮肤炎很多的皮肤病得到舒缓。是，而这一瓶里面就有这个成分，它可以达到保湿修护的作用，而且它利用的是什么你知道吗？光学粒子，它其实有三个颜色了，保湿，然后又可以遮我的疤。好，来大家看，中间这是它第一代的隔离霜。是的，它推开还是完全透明的。怎么可能？真的完全是透明的，这个是它完全是透明的。哎呦，然后呢，这个是它的第一代BB 霜，所以你看起来有一点点灰，它被一点点灰，可是呢，它擦开来就完全变透明的，又透明。对，它利用的是什么？像油画上面的光学折射原理，利用了穿透的、折射的跟散光的三种光学原理，去达到像油画般的那种模糊你的那种脸上的瑕疵，然后又可以有穿透的透明感。然后这个就是今年的第一，今年是最新推出的，就是适合给想要特别自然，甚至于男生都能用。然后呢，它是不含香精，不含防腐剂，它的味道很好。然后呢，不含致痘成分。刺激皮肤，这个很重要。那在使用这一瓶 SPF 五十 PPD 十八的防晒的时候呢，我也要用像画油画一样的 padding。因为其实油画是用一块一块一块上去的，所以我在用这个瓶的时候呢，我们从油画怎么办？没关系，你就像我的手一样，像在擦保养品，用拍打，用拍打的，而且连眼睛周围都能用。是哦，而且它好舒服，它真的没有很保湿，它真的很保湿。对，所以呢，其实你用了这瓶，如果说你是属于比较油性肌肤的，你可以不用再用日间的保湿乳液，直接利用这一瓶 BB 霜防晒兼保湿再加润色，所以我皮肤很舒服。哎，很舒服。对啊，而且颜色好漂亮。其实好亮哦，我刚才只有一点点，对，而且你会觉得好还蛮灰的，可是在皮肤上面完全变透了。对，好亮哦，对不对？有哎，其实你知道吗？90%以上的皮肤科医师怎么了？在所有的患者做完了医学美容之后，一致的推荐都是这个。真的，而且我觉得他们品牌除了就是，尤其是那种做完医学美容一定要做高效防晒的时候，他们家的防晒绝对是首选。所以没有身体的防晒都有都有，他们连 baby 孕妇用的都有。我告诉你们 ，UVA 不是靠直射单一的导向哦 ，UVA 它会穿透所有的东西，所以我今天呢就是介绍这瓶哇塞高防晒不好用 SPF 五十的 UVB 帮你做防护，或者是 比 PA 三个加多2倍的 UVA 的防护，让你不会长斑不会老化。所以为什么你擦了那么多防晒，斑还是继续长出来？就是因为你的 UVA 射线还是让你变黑。老师，最后一个问题，是那这个要多久补妆一次？因为它的科技，擦一次，其实因为它的
科技，如果你可以照我刚才那样子用拍打的方式，它可以维持一整天。真的假的？那么厉害！一般人一整天，真的，这个就是。